心血管高压性病变，好，脑部的问题，然后再来这边，这边是什么问题？我看一下哈，检测出来的话。肠道菌种不良，再来就是你的粪便肠球菌的抑菌，慢性自体免疫型的胃炎，再来，这个是做参考，因为这部仪器是有卫生署认证过的。你这骨盆腔这个问题，看是什么问题？它没有，就是输卵管炎，还有大肠杆菌。再来骨骼，看一下，应该是骨质疏松吧，这么严重。它是什么问题啊？它是写说关节血肿。关节血肿啊？对。谢老师真的是遇到贵人，是，但你这样问题很难处理。你这个也好几样哈，一个就是肠道的菌种不良，粪便肠球菌，你的肠里面有坏菌，慢性自体免疫型的胃炎，还有大肠杆菌。还有这个这个地方哈。快去找医生看看，你有看医生吗？没有哎、欸。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，你要找医生看一看。对自己的身体也是要相当照顾啊！你照顾妈妈，不要忘了自己。你检查下来，可能换成你妈妈要担心你。大肠杆菌。神经性的血管病变，神经性的血管病变，有点，一个是胆管炎，一个是大肠杆菌。这个是绿色的吗？对，这有一个绿色五号点，他现在在帮你检测，因为你大部分四号嘛，四号就有点降下来的那种，他在帮你看这是什么问题哈，他帮你做分析，这么多的可能性要分析出来，就是说你这个最主要是特异性的血管高压性病变，是血管整体的问题，血管整体的问题，就大脑动脉。那个堵，一个那个五号点，看它检测出来的是什么？应该是整体性的那，都是同的那个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。因为你这个脑部传不行，这边这个方向会更多，五号点。也是，就这个有没有红色啊？前面红色点就可以，这个的问题。再来，心脏，你的心脏血管也有问题。你看好几个哈，这种危险信号出来，你看一下哈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什么原因的？因为很多原因啊，它检测出来是神经性的血管病变。
所以你只要这个血管的品质有改良，那可能很多都会改良，身体很多状况就改良，就是很鲜明，心脏的很鲜明。看他检测出来的也是一样，特异性的血管发炎性病变。声貌瓣膜狭窄。左腿好像比较没问题，是右腿的问题比较多。嗯哼。小腿静脉肿胀。然后你的那个神经系统哈，跟这个脊椎神经。神经性的血管病变，这个都是医学名词，背部的神经。是那个肩椎间骨软骨病变，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骨刺的。嗯哼。神经丛，腱椎神腰腱的神经丛，这个英文名词上不到，叫什么意思？自律神经系统，是什么问题？这也是一个 enterococcus， 这是一种好像是先讲什么，好像就是这个问题。它的神经性的血管病变。腹部的自律神经，也是这个医学名词。一般来讲都简单讲叫自律神经失调，可是它这个一个它的医学名词，脊椎，就尾椎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信号点，是什么原因呢？骨质疏松。
双面镜。指数中钙补足的话，像它应该会比较有种在晒。这个指数中有红点的，就是它这侦测出来是这个种，问题点在这里。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说漫无目标的要来改善这样子。这个脚要髋关节，那也是骨质疏松的问题，刚刚这样检测出来。是什么问题哈？是什么关节血肿？你在那个髋关节的地方。是双面起的，这个骨头哇，那个那个髋关节那个地方，骨架那个地方，出问题。这样，这是骨质疏松的问题。这样没了。这检测项目就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拿一个以前的那个一个大姐的案例给你看好吗？